吃早。你们早。来，我们先看一下练习本。练习本这下面这个我们还没有做，对吧？看拼音，写汉字。好，我们把这个读一下。来，第一，大家一起读读看。早上马路两边有很多人在散步。是的，早上马路两边，马路的两边有很多人在散步。散步所以老师娘面娘比蓝小你的没那么的蓝马鸡爷那盼马路我们家鸡嘎路之路我们家嘎蓝小你家的。来，第二读一下吧。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电视里有精彩的动画片。每天晚上对电视里有精彩就是很好的动画片。动画片是各种各样的，我告诉你的各种各样的戏吧。好的，下一个第三读一下吧。第三，各样的杂志。对了，阅览室的书架上，阅览室里的书架嘛，书架不嘛？阅览室人老师撒拍看爷爷的书架，扫什么嘛？摆着很多书，扫的伢子看他的啊，各种各样的杂志，各种各样的牛牛碰碰的杂志，所以 magazine 里他他把爷爷的。好，第四，大家一起读一下啊。第四，联欢会上你总啥不会吗？同学们在江那里干的表演电视票比吧的很多节目，是这里面的电视票比吧。好的，可以。来，第一个字散步会写吗？会。好的，那就写一下散步。好，写好了的同学看一下，都写好了啊。对，写好了的同学看一下对不对，慢拉慢拉的加记吧。第二是精彩，看一下还没写好的同学赶紧写一下。阅览室也对了。对了，非常好。各种各样也对了。好，表演。对了。写完了，都写好了，对吧？我是要拿数学吗？对，我们要看数学。等一下，有还有那个还没写好的同学吗？有，好了，我早就写好了。
好的，那么数学书本 拿出来，课本拿出来，那课本里头吧哦。然后数学学习的时候，我们需要准备啊，尺子，尺子里头吧嘞。准备尺子、铅笔、橡皮。嗯，对对对。然后还有写的书。写的书 ，OK， 好吧，那我们来看一下。哦，是这一本，是是是，在家没有尺子，老师。你没有尺子的话，我们怎么算呀？第一课就是测量，测量就是测量尺子嘞。你为啥不在暑假买尺子啊？嗯，对呀、啊、对呀、啊。好的，来，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题目是什么呢，看一看。毫米分米的认识。对，毫米分米的认识。啊，毫米所以老师说就是对吗，老师说答应答应。那我们从米开始对吧，米。米开始，然后是我们学了厘米对吧，米厘米已经学好了，现在这三年级的时候我们要继续学习毫米和分米。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测量，第一句读一下吧。很久很久以前，很久以前测量长度的单位，长度，老师说，哎，西湖，你弄啊，以前没有尺子，那怎么办呢？你看这块大石头吧，它有多宽？那我们要怎么量呢？啊，我们就很多人抱起来，就说啊，有几个人能就是一起抱的话，啊，就这么大。然后是这个，你说这块布有多长呢？没有尺子我们怎么量呢？我们用手这样来量，一二三四五啊，就是五个手那么大。好，那么这个竹竿多长呢？没有尺子啊，那我们就用脚来测量，怎么样，这个方法好不好？好。嗯，好啊，这个方法很好，但是这个方法是没有尺子的情况下，那很好的话为什么还要用尺子呢？因为是尺子更小。尺子更怎么样？更好量。更好量，这个不好量是吗？哦，其实是这样的，那我们继续看一下。好，我们用手这样叫做掌，对吧？用闸做单位量一量课桌的长。好，那这两个人来量了课桌的长。啊，西武老师都来不了，呆没长就是这个，他们要量的是就是这个这条线啊，不同的两个人来量啊，我们都你要个来不了，呆没，那他说多长啊？有五掌长啊，这个小朋友说有五掌长。好，又来了一个大人来量，他说多少？有3掌长。嗯，有3掌长啊，就是同样的课桌。他一个小朋友说有五掌长，一个大人说有3掌长。大人的掌很大。啊，对，大人的手很大。那小朋友在说谎吗？他量错了吗？不是，他的手很小。他的手很小，所以有5掌。大人的手很大，有3掌长。啊，那我们就用这个身体的部位来量的话，我们能说准确的长度吗？就是一样的长度能说吗？
手。对，樱桃是大人，有些人的手大，有些人的手小，那么连出来不一定是一样的了，对吧？所以就需要用尺子。好，那这个小朋友说什么呢？来读一下吧。两个都是课桌的家，为什么量的结果不一样呢？啊，对，就说量的都是课桌，量的在哪个？同样的课桌，对吧？为什么量的结果不一样呢？把比如在哪的结果是这个，叫我们压哪来的？好，下面读一下吧，这就。这就需要统一长度单位啊！大孙老师说，长度单位的单位，单位是哪个 unit 啊 ？unit 弄的吧，比的好，长度把那单位嘞不需要统一单位。好的。好，这里来了一个测量长度的单位，来读一下吧，上面。啊，我有尺子了。好的，来。我有更长的。OK， 先读一下吧。单测量的长度不是怎么办？好，方测量的长度不是整厘米尺怎么办？好，那我们就知道那个什么测量，对吧？就是一厘米，对吧？那我们就是一厘米，那不是整厘米尺怎么办呢？好，那我们怎么办呀？这个下面是什么？读一下吧，一厘米。一厘米等于十毫米，是吧？一厘米就 one centimeter， 等于十毫米，这是 millimeter 系列的。好，我们这个要记住，打零把它没。再读一遍吧，一厘米。一厘米等于十毫米。来，同书也念一下吧，一厘米。同书也没有声音，你靠近一点，一厘米。十毫米。对，一厘米等于十毫米。来，石默默读一下吧，一厘米。十毫米 ，OK， 然后是黄生豪读一下吧，一厘米等于十毫米，对，一厘米等于十毫米。那我们就是一厘米的话是哪是什么呢？一厘米是这么长，对吧？哦，小小的，那一厘米等于有十个毫米，那这个就是一毫米了。是吧？是。好，那我们就把那个小小的东西的话，我们就用厘米呀、毫米呀来测量。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读一下吧。一分硬币的厚度大约是一毫米。嗯哼。大约是一毫米。嗯，一毫米，一分硬币的一分，所以老师说一分这边不，那这边细的硬币啊，硬币，所以老师说
什么 aggressive 呢 ？aggressive 的厚度，厚度是 too， 你们大六表达了是 ，the too 那个的，大约是一毫米，一毫米下来的，大约看板几啊平，一毫米八的，这个能明白吗？能明白吗？厚度，厚度知道呢？知道。好，那么我们继续往后。看一看，铅笔长啊，铅笔长多少厘米呢？八厘米。对了，好，下一个，有些东西比较长、比较大的话，我们用那个小小的尺子去量，会不会怎么样呢？这样量，量太麻烦了。嗯哼，那么老师怎么了？嗯，这嗯哈，这样量，这样量就低单，老师都背单都拎来多比较量呢，所以呢太麻烦了。然后露手把的，拿这把米尺试试，的米大把的，都那些的背单的单几几把的。好的，那我们那个差不多。我们的尺子有长有短，对吧？但是里面的那个。就是米呀、啊、厘米呀、啊、那些是一样的。好，看一下老师的尺子。好，老师的尺子，那你看这里啊，有三十厘米，有三十厘米。那你们的尺子呢？我的尺子也是一样，三十。啊，一样的三十厘米。我的尺子是二十厘米。哦，你的尺子是二十厘米。老师，我还有一把尺子是十八米，十厘米是吧？对。那我们就是虽然这个尺子的长度不一样，但是里面的厘米是一样的。是的，好，那我们继续往后看。老师，我不止一个尺子，有六把尺子。那么多尺子，好的。来，那我们继续读一下吧。量比较，量比较长的长通用量比较长的单位可以常用把表做单位米可以，你的微米可以用。老师，小便 M 来表示 ，OK， 去吧。量比较长的物体，这道理写的，哎呀，你说人呢？通常用来米做单位，米呢单位什么？是 unit 呢？都嘛的的，米可以用 m 来表示 ，m 呢破表吧，哎的。好的，那这里读一下吧，拉紧的，拉紧的。一段线看见线段是的，拉紧的拉紧，所以老师说得像甩它的一条线，就得像牙的可以看作一条线段。线段所以老师说这个年龄的苦路年龄要把的丁丁姐姐说他的就来的枪舞的可以看作一条线段，你将的骷髅你留下吧的。好，那么来一米和厘米的那个就是联系，我们来读一下吧。一米等于一百厘米。嗯哼，那一米等于一百厘米。那样的话，我们在前面看一下那个尺子，老师说它这个是米尺，对吧？米尺。那它的我们的那个尺子上面只有三十厘米，那我们要变成。一米尺子，米尺的话，这样的尺子大约需要几个？十二。啊，十二个才是一米呀、啊。好吧。
一米有多少厘米呢？我的是29啊。不是说我的尺子，我的尺子有30厘米，30厘米跟我的一模一样啊。啊，对，那30厘米的话是，为了变成一米的话是需要大概呢？大概需要几个呢？四个。四个的话是多了，会变成140，对吧？大概三个吧，对吧？三个，老师。但是还需要10厘米，是吧？啊，那黄生老他说他的尺子是刚好20厘米的，那么要变成一个米尺的话，他需要几把尺子呢？五把尺子。大家能明白老师说的话吗？老师表达哪里了？明白的。啊，明白。OK， 我明白。那我们继续往后了。我明白。明白。好，来看一下，读读看。黑板边，桌子边，黑板边，桌子边，床上，床上，可以。线段。嗯哼。疼。好的。他说黑板边，黑板也，你们老师你离得边哪里边？桌子边、书边都可以看成线段。老师说线段的面比如压把捏的。线段的面嘛呗，我们才能量。李佳媛和你的妹妹很近，对吧？她的老师的声音进到这边来了。下次你们就分的那个就是远一点好吗？远一点的话声音就不会进来了，不然的话你那边声音一直在出。好，那桌子的边啊，黑板的边，桌子的边，书的边，我们就看成线段，这样我们才可以量，对吧？好，那这个是什么小水果吧？他说什么？读读看。还有哪些东西？可以看成线段。还有哪些东西的边？啊，被压的也编你过嘞，可以看成线段，线段是比如看路压嘞，迷路压嘞的。好，那么你看，他说这里是童话书，这里是一个编，对吧？还有哪些编？老师，这个呢？对，这个也是一个编，对吧？对，也是一个编。哦，啊，又弄错了。这里也是一个边，这里也是一个边，对吧？因为它是有四边的，好吧？还剩下三个边，桌子也是一样，对吧？这里也是一个边，这里也是一个边，都可以连的。这个也是一个边，好，这个黑板，这个是边，这个也是边，哦，多了一点。OK， 这个也是边，这个也是边，对吧？啊，还有三个边，啊，这些都可以连出来。啊，继续往后。老师拿这个呢？你看，下吧，下面。下面这些都是线段啊，下面这些都是线段。好，有些字可能你们还不会念，好，这一节课里面我们都认真的去念了，所以就是还不会念的同学再看一下视频，然后再跟着念一下，不知道的词自己记下来，自己背一下，好吧？因为这个不是语文，也不是汉语，所以就是生词不多给，生词里面还没背了呢，所以有些字还不会读的话自己多看一下视频。好，下面这些都是线段，大力拱龙啊，线段里吧。好，线段的话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
老师说单楼呀的，我们可以做什么呀？可以量，可以量。好的，那我们先不量，因为在那个屏幕上面。好，读一下吧，线段时。线段是直的，好，线段做了的，线段做了好的呀，必须是直的，漂漂亮漂亮呀，没的漂漂亮吧，可以量出长度，长度所以老师说写一个单路要把的的。好，连出上面的线段长几厘米，不老细吧的嘞，带大家呀。好，那怎么量呢？我们来看一下。好，请看这里，画一条三厘米长的线段。好，老师让谁三厘米 three centimeter 细的线段，您漂亮的长路虽美的。好，要怎么画呢？从尺的刻度啊，就是尺子不嘛，刻它的啊，零开始。你们的尺子上也有零，好看一下，没有啊，没有这个尺子的。老师说，看到吗？是的，看到了。啊，零开始画起，我们从零开始画，画到三厘米的地方，三厘米是不是你啊？屁股，对吧？没的。好，可以了，来，大家一起读一下，画一条。画一条三厘米长的路灯。画一条三厘米长的线段。线段从尺的刻度。好，继续从尺的。画到三厘米的。刻度，画到三厘米的地方。好，那我们在书本里面，在数学书本里面画一下，拿起尺子，拿起尺子，老师说，这里从零到三画一条线。然后在上面写一下三厘米。老师是这种吗？我看一下，等一下哦。的江面。江面，对的对的，等一下哦，等一下，我还没看呢。为什么不能看呀？等一下。好，的江面，好好给我看，你放下一点，看不到。不是。你画好了吗？还没画。还没画，让我看呀。OK， 画一下。老师可以在中方格上画吗？中方格上画也可以，但是我们数学的话，最好用那个两行的那个书本，那样的话后面我们算好了比较好算。要不我们就做两个嘛？数学的那些生词写的时候用那个小方格，然后算的时候用两行的那个书本，就画一条三厘米，然后上面写上三厘米。老师写好了。写好了，都画好了吗？画好了。好，可以画好了，那我们继续往后。好，我在距离三厘米处画一朵，十厘米处画一个圆。好，那我们先抄一下这个。在距离啊，这个字是距离，先抄一下这个。我没有抄吗？你要抄，抄那个吧，我们要抄吗？
去。老师，这个要做什么？这个要抄一下，然后我们要画了，先抄。老师，抄在你那个吗？两行的吗？对，两行里面抄一下。不是这么翻的。中方格里面我们只写那些生词、生词，对。哇，一朵花儿。花儿，嗯，好了。5厘米，那是距离不会写。处，那是厘不会写。哇，好的。厘，我们要看写点横斜。画一棵树。然后是竖折，竖，竖，横折，勾，撇折，点。好了，还不好。好了吗？哎，好，老师，我好了。嗯，我好了。OK， 那就等一下吧。我好了。哇，一个，对呢，那，圆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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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什么圆圆圆圆圆圆圆？好了吗？好了。好了，好了的话，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在这最开始的最开头，我们要画一个这个，是吧？好，后面是什么？后面是多少厘米呀？3厘米。三厘米，就画一个三厘米。好，然后在这里写三厘米。三厘米画的地方，三厘米长的地方，我们要画什么呀？三厘米长的地方要画一朵花，要画一朵花。先看一下，等一下会让你们画的。三厘米，然后这里要画一朵花，是吧？旁边要画一朵花。好，然后呢？一朵花。然后他说什么呀？哎，后面他说什么？
五厘米画一棵树。啊，那我们在五厘米的地方画一棵树。哦，要直直的。五厘米。为啥不用尺子的？是吗？啊，我怎么量啊？你们就好好量，会量了对吧？五厘米画一棵树，好，还有吗？五厘米画一棵树，好，还有后面呢？十厘米画一个圆圈的。啊，十厘米。要这里要画一个一棵树。怎么画呢？画一棵树，对吧？就可是没有地方要画十厘米了。没有地方画十厘米了吗？有啊，那你们就从最开始画里，你们的书本不是就是，老师这是放不进去呀、啊。放不进去也没关系，那就在下面画，就这棵树对吧？这样画。然后你们就画十厘米的，长长的十厘米，画一个什么？圆圈。画一个圆，对吧？好，在这里画一个圆。OK， 然后这个下课以后自己慢慢画，在家里说没，说比比说赢，就是发在群里面，群里嘛不发来没，老师看一下，好吧？那我们今天到这儿了，大家再见，再见，大家明天见，好，明天见，老师作业是还是我们。